这出啊走火入魔的闹剧啊，是民进党当局推进去中国化造成的又一恶果，长出的又一奇葩。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的煽动两岸对抗，强行割裂台湾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，以致荒唐走板到反制的程度啊，既滑天下之大稽，又对台湾社会贻害无穷。